在我之前，在看到的是今天的台北当代艺术馆，它是1919年日据时代的建成小学校的建筑，四座建筑结合了西方文明、复式与黑瓦结屋顶，它今天却成为当代艺术触角，而且是向世界发声的最重要场域。它集聚了独特的美学，同时也迷人的风景。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门打开了，请进台北当代艺术馆。我们这次主题万家灯火，庶民点灯。各位爸爸妈妈、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别忘了刚才局长要我们大家快乐牵手点灯具。在去年台湾发生了许多感人的事情。这个曾雅妮在2008年的时候，她是我们国家第一位拿到美国高尔夫巡回锦标赛的冠军。经过了各年的征战之后，今年2月份。他又获得了澳洲的女子高尔夫赛冠军，现在他世界排名第二，他是台湾之王。有运动员就有我们的国旗，这是我们的台湾网球一哥吴彦祖，他去年是我们国家第一位女性公认网球赛前八的冠军，而且也是我们国家的十大杰出青年，他现在是男子职业网球 ATP 赛的世界排名第四。我们祝福他，希望我们网球一哥吴彦祖继续挺进世界。广告设计科的古佑文，他2009年的时候用羊毛上做的羊毛条编织了三 D 立体的作品，赢得了美国最大艺术设计机构 GetArt 所标定国际服装竞赛的前卫设计奖，同时我们台北市立美术馆也为他举办展览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台中中央市场卖菜的素菊阿嬷，可能他却在20年来捐出将近1000万来救济啊！去年他获得富士的慈善英雄，是美国在达福勒10年最具影响力的台大人物。可爱的素菊阿嬷因为而诞生，所以我们大家都一样，愿意让台湾更慈悲、更和善。哇，小胖，您一起我们的南疆北深南，有福建约律。第一个可爱的邻家大男孩，在道奇球场上，他的歌声使得我们台湾的心和美国的人一起连在一起。可爱的李俊霖 ，Oh I always love you， 我们最爱的王宝春，他小时候不爱健身，可是他不是自律的。
非常高兴，在我们策展人石瑞仁还有林以杰的策展之下，我们这边的艺术家和我们的公司，大家在一起策划了令人惊艳的公共艺术作品。你就将东方天涯秋落在东山学院5, 4, 3